多一点变化，比如像这个事情，我就联系他，前面都是正规正常的，后面就觉得后面就变一下，你们就乱掉了。打球就是往前中后，前段中段后段，后段要决胜的时候就开始要各种各的套路，全部各种手段。前段中段后面有那个球，后段后来那个球，怎么会不是？因为你们前段中段一失误，然后怎么？后段一变，你们就不是，他就联系进来了。这个不是用比赛的模式，我们比赛是这样，前面都输都没关系，我跟那个五比零也没关系，知道你们会打什么球，后面啊就开始针对性的输。打羽毛球就要动脑筋，不是就打一球，体格好吗？力气大，冲撞就赢了。羽毛球脑筋也要用，你动脑筋才会有球的。没有球来就打过去，打过去呢，你爱对不对？人家就知道你有球。同时也要运动啊，你不打球还要做别的运动。跟他新陈代谢头脑筋活动效率比较好。如果说你都不运动，就是你读八个小时，你有运动读两个小时，那个就全部都牺牲了。读书花很多时间，越花头越头越疼，你反而把身体搞好，头脑清楚，效率高，很有成就。健身房可以啊，跑操场可以啊，400公尺的跑操场，这个也不多啊，对呀、啊。然后一天都跑2公里，2公里的也可以的，就是有跑就必要有。而且我跑步是最简单，不用特定场所，你路跑也可以啊，操场也可以，你要也跑，郊外也跑，那是最简单的。而且你很多运动也是要需要跑步来锻炼体能，这样下去，像我打到66岁还可以打，真的，66岁，我儿子都39岁，现在坐地上了，好强，就是要健康。一个身体健康，一个头脑清楚，你要从硕士读书，